你俩别摔了。别摔着了啊！来呀来呀，干嘛？给！哎呀，这栓子啊，你把那东西给你妹妹玩会儿呗。不给，就不给。等我爹回来，我让他再给我买一个。不要你了，不要了，爱要不要。你爹啥时候回来啊？我爹说下雪的时候就回来了。下雪的时候就回来了。老闺女，来上妈这来。又说胡话了啊！那个娘不是告诉你了吗？爹死了，他不能再回来了啊！我爹说回来，说下雪就回来了。小栓子，你过来，你把那猴给你妹玩玩，干啥呢？这是一天，去给你哥上屋玩去，给他玩会儿。上屋玩去。你说这孩子，让他爹想的，做梦都说胡话。我爹刚死那几年啊，我也想我爹，一想就要哭，是吧？啊，没爹孩子可怜。大婶啊，你说我炮叔身体那么好，咋说没就没了呢？谁知道呢？哎呀，这都是命。那啥，我给你做点吃的去啊。出啥事了？石慧岩提出布告，他说太阳下山之前，你要是不回去换山杏，他就把山杏给枪毙了。啊！枪毙了？啊！你不能回去！我为啥不能回去？这明摆着就是一个陷阱！你回去了，石慧岩能放山杏吗？他就是用这种办法调你回去。那我不能看着山杏等死啊！你不能回去，你回去就是送死！你干啥？滚开！死吗？大姑娘悄悄，大姑娘啊，大姑娘骑着毛驴儿跳情郎，大姑娘骑着毛驴跳情郎，跳来跳去跳花了眼呐，跳到一个男。丁大命，你可千万别犯傻。山杏，跟我们走吧。去哪儿？你不是已经知道了吗？太阳落山之前，丁大命如果不来换你的话，我们就处决你。真的假的呀？你跟我开玩笑呢吧？这种事情你觉得有开玩笑的吗？起来，走。不是我犯啥罪了呀？你们凭啥枪毙我呀？你私通共匪就是死罪。肯定活不了了。那就得看丁大命会不会来换你了。那不用想了，他肯定不会来换我的，死就死。走。这个小丫头不怕死啊。娘，娘，你咋出来了？你这都这时候了，丁大命能不能来呀？这谁知道啊？你别急，咱们在这等不是回事儿啊。那咋整啊？你去套车，
咱去看看山杏，就算佘奎元呐，他要杀了山杏，还不许咱们去看一眼吗？哎，娘啊，你就去求求那个姓佘的呗，没准他就能给你面子，放了山杏。这时候了，给不给面子，我也得去。套车。哎。山杏啊，山杏，你知道是谁害死了你吗？你这话问的，简直就是老驴喘气儿，不就是你想杀我吗？你说错了，我本来不想杀你，可昨天晚上丁大命来绑架我，用我来换你，这小子太猖狂了，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，哼，他不是想用我来换你吗？我现在用他来换你。今天太阳落山之前，他要是不来，你的小命就没了。你说，是谁害了你？姓佘的。我姓佘。我知道那个字儿念佘，可是搁你身上那个字儿就念佘。甭跟我废话了，要杀就赶紧，不用等了。丁大命不会来的。你怎么知道他不会来？哼，丁大命傻呀，他跟你一样笨啊，他看不出来我是个钓饵吗？就算他来了，你也不会放我走的，他不会上你的当的。小丫头片子，嘴啥倒挺厉害啊，可是你说错了，他要是来了，我还真就放了你。山杏啊，离太阳下山还有一段时间。我不能让你干等着呀。我做人讲究，我请白梨花小姐给你唱一段东北大鼓，算是你临死之前最后的享受吧。娘，慢点，慢点。扶着娘啊！东家可以走了吗？我来吧。这这。Thank you.
啊，白小姐辛苦了。李飞虎，在，送他们回去。三星，让你说对了，丁大命他没有来，那就对不起了。时辰已到，该送你上路了。执行，准备执行。石桂园，我来了。我知道你会来的，你把山杏放了吧。好，你去给他解绳吧。谁让你来的？山杏。石桂园，你是不是应该守信用？既然我来了，是不是应该把山杏放了？我说话算数，绝不食言。山杏，你可以走了。走。山杏，你是不是没长大呀？连三岁的小孩子都知道，这叫换。他来是换你出去的，我怎么可能让他走呢？走。丁大命，给我拔了！
铁杏，你赶紧走。他不走，我也不走，我赔他一官司。你别胡闹了，你赶紧走行不行？我不走，我来就是为了救你呢。你现在不走，还搭上我，你坐牢是不是坐糊涂了？你赶紧走啊！走啊，山杏，走啊，走啊！丁大命，你看到了啊？这不是我不放你，是山杏自己不走。那好吧，一块押回大牢，一个也不放。走，走，走，走。呀，还没了啊？你咋样了？咋样了？哎，别提了。出啥事儿了？山杏这个死丫头，好人能让她活活给气死。哎呀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倒说呀。不都看到了吗？丁大命回来了。我看到了。不都知道了吗？知道啊。丁大命把山杏换了。那山杏为什么不回来呀？说的是啊，人家社会员挺讲信用的，一见着大命就把山杏给换了。可是山杏呢？他咋呀？不回来啊。啊？为什么不回来呀？他要陪丁大命坐牢。啊？坐牢还有要赔的？哎呦我的妈呀，这山杏咋的了？有毛病啊？啊，这脑瓜子得病了？啥脑瓜子得病了？这叫有情有义。人家大命豁出命来换他，那杏就不忍心呐，大命一个人呐坐牢，他陪着大命呗。啊，这倒真是啊，咱们老官家的后代。侠肝义胆，对，他侠肝了，他义胆了，那我们咋办？不要了啊？这姑娘不管了？谁说不管了？那你赶快把她领回来呀！现在就是山杏想走，人家也不放了。人社科员说了，守卫团的监狱不是拉屎撒尿的茅房，想进就进，想出就出。他不是在那住吗？就在那住一辈子吧。哎呦，哎呀，这可咋办呢？哎呀，科巴，我留你在这干活，我也是炸着胆儿啊。师傅，我知道你担心啥，他观视台要是发现我就说你啥也不知道。你三姑娘，你走，你非要报仇，这仇啥时候报不行啊？不光是报仇，还有啥事儿啊？柳叶嫂子救了我，她现在被观视台抓走了，我不能不管呐。嗯，做人得有良心。是啊，有良心的人才配得上做人。你想的对。桂花，你跟嫂子说实话，你是不是大命怀疑的那个家贼？啥意思啊？小点声。不是我跟你说多少回了，那不是我，不是我的，是大燕儿，怎么怀疑我呢？是你们俩谁，我也弄不清楚。嫂子，你好好想一想。如果是我，我能在这儿待着吗？如果是我说的，我能遭这老些罪吗？那他们想知道啥，我不早告诉他们了。我跟你说过，
游击队中埋伏那天，天还没亮呢，我亲眼看见大牙从后门溜走了。我问他干啥去了，他说给奶奶买火烧去了。人家我去问奶奶了，人早上起来压根就没吃火烧，人是喝大碴子粥和窝头。你告诉他能干啥去？我也觉得大牙这阶段不对，说话也好，眼神也好，总是躲躲闪闪的。可是你说这个夹子要真是他，我就想不明白了，他图啥呀？东家对他不薄啊。还有啊，他那么喜欢大命，他干啥要坑这些人呢？他图啥呀？哎呀，嫂子，你说这些事我全都想了，脑瓜都想裂缝子了。我也没想明白啊，我也不相信是大牙干的，可不是大牙，那就是我了，再没别人了。哎呀，我的妈！我现在真是不敢想，越想脑瓜越疼。那咱们出去的时候就留意点，一定把这个事弄清楚，看看大牙到底图个啥。嫂子，咱还能出去吗？你能出去，我就不好说了。关世才不会放过我。嫂子，别怕，咱现在就不知道丁大命咋样了。丁大命要是没事，知道咱关在这儿，肯定会来救咱们的。大明现在咋样了？哎呀，大明还生气呢，别生气了，行不行？小杨，啊，我不是生气啊！哎呀，这就对了，我是气炸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拼死拼活救你，你为啥不走？你为啥不出去？哎呀，就因为你拼死拼活的救我，我才不愿意走的嘛！你在这干啥？你留在这干啥？你我留下来陪你啊！说你一个人孤孤单单在这坐牢，心里得多难受啊！我留下来，在你不高兴的时候，我能跟你说说话；你难受的时候，我能给你逗逗闷子，多好呀！哎呀，好了，你别生气了。要不然这样，我让你亲我一口。陈香，啊，你心得多大？这是什么地儿啊？这是阎王殿，你知道吗？还亲一口？不亲是不是？不亲我亲你！哎呦，好了好了，哎，未来孩子他爹，我的男人哦，我亲一口你！你到底干什么事？干啥干啥？咋还亲上呢？坐牢了不知道啊？没事。小芳，快吃吧，还有肉呢。有肉我也不吃。不是啊，不是我到了啊！是是是，他跟我赌气呢。吃啊，别生气了。咋的了？这是朱大佬吗？啊，还有肉吃？我跟你说，能吃上肉是沾隔壁58号的光。你知道58号是谁吗？犯人。58号是炮叔。炮叔？嗯。哪个炮叔？大鸭他爹孙炮手啊，我们不叫他炮叔吗？小的时候一到冬天就带着咱们进山打狍子那个。不可能，炮叔早就死了。你咋不相信呢？我今天早上亲眼看见的。我今天早上亲眼看见的。大丫他娘给大丫他爹的牌位上上香，不相信我是吧？来，看，我看啥？这块砖头我今天早上抠开的，
是不是不好说？干啥？这就奇怪了，明明死了，他关在大牢里，还在那啃肉呢。哎，会不会是这样啊？那个人长得像鲍叔，但不是鲍叔。你两只眼，我两只眼，一共四只眼，还能看错了？他就是鲍叔。我看着一模一样。盛香，啊，我今天在大丫家他们院里的时候，听见大丫弟弟妹妹说，等我爹回来，我让他再给我买一个，不要你了，不要了，爱要不要。你爹啥时候回来啊？我爹说下雪的时候就回来了。下雪的时候就回来了。小闺女，月生拿着来。又说胡话了。我爹说回来，说下雪就回来了。等爹回来。这说明啥呀？啊？说明啥？说明大爷他爹没死啊。这个就是鲍叔。大仗了，听说谁打来了？那还有谁呀？国民党和共产党，谁能打胜啊？当然是我军喽。我就不明白，四平战役之后不到两年的时间，共产党的势力怎么发展的这么快呀？大有势不可挡之势啊！团座还是担心？我不担心，我坚信国军必胜，共匪必败。我现在必须要下好一盘。你也不信，我是那样人吗？您是啥样人，您自己还不知道吗？也许我真就不知道。
蛇科园把丁大明和山信关在了一起，又让他们看到了不应该看到的人。他到底布的是什么阵呢？迷魂阵。不过呀，咱们是看不清楚。现在攻打锦州的战役已经打响了，相信蛇科园下一步肯定会有大的动作。我们一定要破了他的这个迷魂阵。 绝不能让他把日本军火库的这批军火运到战场上去。蛇科园这个鬼东西，平时看着大大咧咧的，其实啊，他一肚子鬼，不好斗啊。魔高一尺，道高一丈，不好斗，我们也要斗。亲家，哎，还没吃呢。 哎呀，大哥大嫂，你们来了，来，快到厅里坐一坐。不了，你忙你忙，那个佳英呢？在屋里刷牙呢。佳英，佳英啊，佳英，你出来一下。啊，魏副官，打扰了。这不是我前老丈人、老丈母娘吗？ 魏副官，打扰了，打扰了。屁！魏副官，你们叫他佳英，不能那么叫，都是有官衔的人了，还是称官衔吧。对对对对，魏副官，没打扰您吗？嗯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那个，你们都差点成了我老丈人、老丈母娘，还客气啥呀？大哥，嫂子，你们有事儿吗？有点事儿。有事儿，有事儿。 咋的了？伙食变了。吃吧。哎，昨天还给肉吃呢，今天咋又喂上猪食了？你再喊，再喊连猪食都没有，三天不给你饭吃，饿死你！你跟谁说话呢？咋的？跟你说话呢？你们那个蛇团长跟我说话都客客气气的，你一送饭呢，你跟我说话吹胡瞪眼的，咋的？ 你爹是县长还是你老丈人是镇长啊？你个小，别别别别！哎，你小伙，小伙啊，你那个他不会说话，我现在给你赔不是了啊！山杏，你干啥呢你？咋说话呢？那伙食好坏跟大哥也没关系。你小子说话我愿意听。关山杏，我告诉你，我知道你是大户人家的小姐，在这里你就是个犯人。 根本不把我们当人待，肯定不把你当人待啊！凭啥不把我当人待啊？在这里你就是犯人，守卫团的监狱，犯人就不是人。我是犯人啊！我是杀人了还是放火了还是撬寡妇门了还是刨人家掘户坟了？他们凭啥那么对我？你说你不是犯人没用啊，人家说你是犯人呢。呸！他们才是犯人呢。 我是好人，好人，对，你是好人啊，那你这个好人啊，就愿意当犯人。丁大明，你还是不是人了你？咋不人了？你是人，你懂人情吗？我跟你说了一百遍了，我留下来陪你就是怕你一个人坐牢孤单。你可倒好，好心当成驴肝肺，哈，又笑话我，又嘲讽我，干啥？我跟你说话呢。 捡啥呀？山信马上出狱。谁让我出狱啊？啊，他让我出狱，我就出狱啊！小点声，山杏，我跟你说，我听说守备团里边有游击队的卧底，这可能啊，就是三叔给咱们的指示。三叔给的。 知道我不陪你进来，你就不应该陪我进来。心狗肺，就是这个意思，还得请魏副官帮帮忙。全靠你了，魏副官。叫佳英，大哥，嫂子，快坐下，快坐下来，来来来，哎，大哥，
钱老丈人，钱老丈母娘，有个事儿没弄明白。这个事儿怎么就求到我这儿来了？这不是，你都当副官了，他面子大呀。我哪有面子呀？我根本就没面子。所以说这个事儿吧，帮不上你，找别人吧。哎，你别不管啊！我不是不管，我是管不了。你凭啥不管呢？山杏不是你抓来送给社会员的吗？山杏是你抓的？啊，闹了半天，山杏是你抓的送给社会员的。爹，我现在很怀疑我是不是你亲生的。我是您路边捡的呀，还是别人送你的呀？啊，这种埋汰事儿，你怎么能往外说呢？那纸里能包住火吗？这事还瞒得住吗？早晚官家会知道的。与其让人说出来，不如自己说。脏东西吐出来，总比窝在肚里强。吐吐吐，你接着吐。魏佳英，算了算了，跟魏副官说话，客气点。客气啥呀？你小子也太损了。好歹不济，当年我还是同意山杏嫁给你的，你不讲点良心，还讲点人情吧你？你就再恨山杏没当上你媳妇儿，你也不能把她抓起来交给社会员，你太不是人了，你太丧良心了你！关世栋，给你点脸吧是吧？你女儿山杏那是共匪，我是国军的副官，我抓她那是天经地义。我跟你说啊，你要是再给我吹胡子瞪眼，你小心我把你们俩都抓起来！我啊，烫死我了！我看不见了，我看不见了，我看不见了！啊，烫死我了！唐小姐，来吃吧。狗食，要吃你自己吃。你爱吃不吃你？林大明，你成心气我是不是？咋成心气你了？啊，大小姐，我感谢你，我感谢你这种三岁孩子做不出来的行为，陪我住监狱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，我。感谢我是这个样吗？啊，你还笑，阴阳怪气的，你就是个没良心的东西。你就一人在这坐牢吧！来人啊，放我出去！我不能在这边待一会儿了，待一会儿被气死了！来人啊，就让他带着你坐一辈子牢吧！来人，放我出去！你们几个老帮子，你还有什么招？你们都来啊，都亮出来，来吧！你再横，再有横，我再泼你一碗粥。魏佳英，山杏是你抓去交给社科员的，你得负责把他给我救回来。你要是不管，我告诉你，我关世栋这辈子头给你结下了，就是变成鬼，也不会放过你。你少吓唬我，怎么着，你还敢杀了我呀？扒了你的皮！爹，你看，鬼老大要扒我的皮，我抽了你的筋，扒了你的眼珠子。你们几个。一个要抽筋，一个要扒皮，一个要拔眼珠子，你们吓死我了！你少废话，赶紧想办法把我闺女救出来！赶紧的！哎呦！说那石头硬，又说那个钢铁硬，再硬也硬不过好人的命。好人良心正，心正有好命，好命为家尽孝，好命为国尽忠。
石头硬，又说那个钢铁硬，再硬也硬不过好人的命。好人良心正，心正有好命，好命为家尽孝，好命为国尽忠。身心雄。